iOS 十七最有用的功能是这个。苹果手机更新到十七之后，有个功能就是当你手机插着电把它横躺过来的时候，它会弹出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哎，左边是时钟，右边是日历，很像我们小时候在桌子前面摆那个挂历啊，特别像。然后这个东西它不会怎么样去打扰你，你就不容易受到一些消息的干扰。这个功能我试了一下，只有是 iOS 十七才有，这个十六都有这个功能的。如何更新到 iOS 十七呢？就是在点更新的时候，你只是自动更新还不行，你需要等它检查，检查好了，把这个 beta 版本更新给它打开啊，就可以选择十七。这样的话，你再出去，它就会提示你啊，可以更新了，刷新一下就有了，哎，就可以更新喽。